把我们的血肉付在我们心里藏着，说话别说，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，每个人被各种话所背后的吼声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我们欢送你的炮火，你的炮火，前进！炮火，你的炮火，前进，前进，前进！起来，不愿做奴隶人们，把我们的血肉做成我们的心的长城。孩子气，人家那念书呢。他要回去好好安睡，早些起来。 怀华，我们的诗人，你在这上面提上几句诗好吗？好，让我提上几句诗来完成你的杰作吧。 怎么还不睡？明天不是还有课吗？哦不，《新潮》杂志明天截稿，要是不把这篇诗赶完的话，这个月的房间又要发生问题。我看还是你先去睡吧。 哦，房东太太，您请坐。太太，你们的房钱欠了2个月了，一共只有15、16块钱，还要进3明4的。这个年头，谁有钱给你们垫呢？妈，这张房间刷了半天，才给我们那么5块钱。 5块钱我先拿去，还有10块钱限你2天之内交清。哦，哭什么？这真是笑话了！难道说欠了人家房钱还不该收吗？小姐，对不起，弄家里什么东西没有？哦，丁先生，他们家里没有进来，阿布妈妈又在那儿哭了。说抢人家的钱。哦，我知道了。金先生，请您原谅，他太不懂事。阿凤这孩子老是大惊小怪的。我拿的话，我们常常不当心打扰了你们，对不起的很。凤小姐，再见。 欠了2个月了，阿凤的母亲在那里哭着。你看我们有什么办法没有呢？这个年头，大家都是穷得很。我们不是一样都没有办法吗？可是知父，只有穷人才能帮穷人的忙呀。 10块钱是2楼的房客太太让我交给您的。哦，哦，好吧。凤小姐，这几块钱，请你交给你母亲付了房钱吧。 免得房东老是跟你们闹不清的。他说过好几次了，他总是不肯相信。老实说，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呢，警告1、2个奸商是一点用都没有的。哦，你的诗发表了吗，白华？看这几天的情形，山海关又有一点危险了。 我希望你这首伟大的长城诗，能够引起一般青年人的觉醒。谁？请进来。金先生，梁先生，这是前几天借你们的钱，妈特别叫我来谢谢你们2位的。哪儿的话？这是我们应该帮忙的。凤小姐，听你的讲话好像是北方人吧？我们是辽宁，离开长城不很远的。你们2位先生呢？长城。 哦，好极了！他是吉林，我是龙江，我们都是同乡的。你们什么时候到上海的？5年前吧，那时候我爸爸在上海做事情。哦，那么你爸爸呢？说起我爸爸，他老人家一生的事业跟生命，都在128毁了。哦，可惜的很。你们为什么不回北方去呢？怎么不想回去了？祖父来写信说，家乡已经被揉烂得不成样了。 我们也没那么多的路费，你说怎么办呢？哦，宋小姐，您在上海念过书没有？你歌子唱的挺好的。哪儿的话，就因为在学校里头爱唱歌，所以都常常打搅你们的。哦，不要紧，以后你常常唱好了。为什么大鸟往火里头飞呀？这是凤凰图，神话上说，凤凰活到500年，就要用香火把它自己烧毁的。真的吗？为什么呀？这是一种神话，意思说不论什么东西，到了几百年以后啊，就要变成个没有生命的，就应该毁灭了它，再从它的灰里面发现它的新生命。那么从这火里头飞出来的凤。 一定不是那个老凤了吧？对了，你真聪明，那就是有生命的新凤了。啊，好极了！我以后……对了，你以后就叫新凤好了。哈哈，我们的新凤。呀妈！哎呀，妈叫我了。哎，来啦！再见啊。 连你们姓都忘了。 他老爷的信，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史夫人，你在驻京的爱读者，这位就是辛白华先生，我们的国民诗人。久仰的很，这儿请坐。抽烟吗？谢谢，我不会抽烟。请你们谈一下，我到那边去。金先生，您是北方人吧？是的，很北的北方。从前我们家乡出马宅，现在住义勇军。哦，同时也是出诗人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我很爱北方，尤其是北方人，因为他们都很爽直干脆的。 哦，马大，我很想知道你是什么地方的人。我吗？我是你诗上曾经喜故的，出产民族和历史的地方。广东你去过没有？哦，没有。我很想去旅行一趟，可是事实常常跟幻梦不一样。对了。 不过你应当保回你的梦想才好，因为人生就好像一场坏梦似的。本来好的梦往往是不能长久的，好像烟尘儿容易消逝一样。为什么不敢看我呢？你怕我吗？哦，不。我可不是狼一般的眼睛啊！哎，和你同住的那位是谁呀？哦，是我的同学，以前他在军队当过士，现在在法属里念书。哦，意外得很，我还以为他是个画家呢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开会，请各位入席。咱们一道走吧，我用车子送你回去。就像我不能勉强你一样，你当然也不能勉强我。我看不管那些甘心做奴隶的狗东西，我很佩服你的勇气。可是我希望你把你的勇气能够用在更有意义的地方。请你再正经地考虑考虑看。我很感谢你的劝告，可是我不同意你的意见。那么，这件东西怎么办呢？我希望能在你这儿放一下。好吧，不过你得爱惜你自己的身体。那么站下。青年人应该把自己的责任看得更重大一些才好。哦，师父，我今天碰到那窗里边的美人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她是一个文学的爱好者，懂得诗，懂得画，还懂得人生。哦，在哪儿？哦，巧得很，就在文艺茶话会。我真觉得奇怪得很。这样一个有教养的女人，在上海是不大容易碰到的。我不希望我们的诗人是属于那窗子里的美人，我希望你是为大众而歌颂的诗人。妈，孩子，妈简直是疼的没主意了。哎呦，我不是说过吗？病得这么厉害，还要去做工。不去怎么办呢？妈，我看明天咱还是换一个大夫瞧瞧吧。换个大夫瞧，又怎么弄钱呢？我死倒没什么要紧，就是不放心你呀。扔下你一个人东飘西荡，怎么办呢？哎，阿凤，我瞧你还是到北方找爷爷去吧。哎呦，妈，妈，怎么着，病得很厉害吗？对了，别发愁，阿凤。我们一定帮你的忙的。啊，这不，我想他赶快找个医院才好。哦，对了，徐小姐服务的那平民医院不是很好吗？况且她还在当看护，更可以特别的照料照料他们，那么得赶快把他送过去才好啊！不，我们先得征求凤小姐的同意。哎，你安静一下，别烦心。我们总尽我们的力量来帮助阿凤，您安静安静吧。这样是很危险的，要是发生什么问题怎么办呢？是的，我也正想到这一点。徐小姐，昨天来的病人怎么样？太晚一点了，去医院不到3个钟头就没有用了。啊，没用了，死了吗？那么阿凤那个孩子现在在哪呢？哦，我都忘了告诉你们了。徐阿凤说她有一个干娘，可是她不愿意同她去的。她说有事情跟你们商量了，请你等一会儿，我去叫她。师傅，我想我们应该帮助他呀，把一个天真而寻疾的女孩子放在这万恶的都市里面，谁能够保证她不会堕落呢？对的，我们应该帮助她。可是我想，要是她愿意的话，她可以和我们住在一起，而且她还可以帮助我们做许多事情呢。不过，那是另外找一个屋子住。亲人，阿凤，你别哭，我们一定可以帮助你的啊。 要是你没地方去的话，你就搬到我们那儿跟我们一块儿住吧。房东怎么样讲的？傻瓜，说是表妹的。喝醉了没有，秦先生？左面还再高一点。好，对了，住在我们这儿，对于我们这艺术之家当然有很大的帮助。但是他很年轻，又很聪明，所以我主张他进学校。对的，我也这样想。我们不能妨碍他的前途，所以我主张他去做工去。不，他死的母亲对他抱着很大的希望，所以我主张他应当念书去。得了吧。 怀华，现在还是造小姐的时候吗？不，进学校不一定就是造小姐。我以为女子也都应该受点教育。你以为现在的学校谁都可以进去的吗？当然了，经济条件是必要的，但是在可能范围之内，我们应该让她去念书去。那么我们是不是有这么的力量呢？昨天意外地得到一笔稿费。 这他目前的学费是够的了。至于将来呢，那当然谁都不能保障。阿凤，你到这儿来。干什么？我们两个商量，想让你去念书去。有你这样的天分，如果再好好的用功，那真的可以变成一只新凤了。是啊。阿凤。 你趁这个机会多去求点学问，可是千万别学着小姐们的脾气啊！好的，那真是我们的幸福。阿凤，你得乖点，好好的用功啊！怎么样？看见爸爸吗？还看见。你还知道什么没有？知府昨天晚上突然带人出来，他叫你赶快的离开这，只怕一会儿他们就要来搜查的了。好，我先在门口等你吧，你赶快的出来。 你来意，我很同情。可是，这几天来了一些亲戚，而且又是女眷，所以我不便留你。我看，那也好，我就到赵财生那里去住几天吧。再见。本来在患难当中，我们是应该帮助的，可是太不凑巧了。 我们就在这2、3天想要搬家，啊，那么，再见吧。 为什么房东女孩子叫我李先生呢？你别性急呀，过一会儿告诉你。哎，你吃过饭没有？吃过了，谢谢你。这倒是一段很有趣的神话呢。这小孩子不肯讲，那对我呢？对你倒是可以讲，不过讲了也许会使我心里难受，使你多加一层烦恼吧。也许我可以给你几分安慰呢。安慰嘛，我可不大相信，男子会有什么安慰给我？ 我不愿意想过去，也不敢想将来。今天，只有今天，才是我的世界。为什么呢？我先告诉你，我的父亲是一个南洋的富商，我呢，是一个买办的。 可是因为父亲的顽固，我早就脱离家庭了。我还有一个年轻的丈夫，他呢，除了经商之外，就根本不懂得夫妇之间的爱情。因此呢，我也就跟他分开了。唉，我是希望有一个很多情的男子。而我相信，世界上的男子都是那么寡情的，足以常常使我感到人生的空虚，好像坏梦一样。请你不要再说下去，我应该向你道歉，不应该引起你的伤感啊。 天气很冷呐、啊，别冻着，冻了要伤风的。哎，我给你去拿一件衣服来，好吧？哦，不，时候不早了，我想我都走了。什么？这时候你还到哪儿去啊？我想找一个朋友家里过夜去。还是找什么朋友啊？傻孩子，这还不是你的家吗？ 看，现在形势已经很严重了。我想我们到什么地方去躲一下才好。那么，你看什么地方去好呢？你是世人，应该到一个风景好的地方去旅行一趟。哎，青岛，你看好不好？青岛，那真是个好地方。 可是，哎，北方人都是爽直干脆的，对吧？Hello， 是中国旅行社吗？我们是静安思路150号理工馆。哎。 明天到青岛去的船有没有啊？有吗？哦，哎，给我订2张头等船票。是的。我的学校已经不能去了，我的制服费、体育费都还没有交。况且，我也应该想法子去救救他们了。他们你倒不必担心了，担心的就是你自己呢。为什么呀？为了你年纪太轻了。哦，我听新先生告诉我。 你会唱歌是吗？会唱歌有什么用呢？因为我有个亲戚组织一支舞班，他预备到北方去演戏的。假如你要是愿意的话，到北方去，好极了。家珍姐，你马上给我介绍吧。你真的愿意去吗？是的，我让你回到家乡去。 我愿意看看我年老的爷爷。爷爷，你瞧，那儿有一只大军舰。 哎，为什么不讲话呢？我在这想啊。想什么？我正觉得奇怪，为什么在中国的海面上会有外国的军舰呢？我更觉得奇怪。 在这样暴风雨的时代，居然还有这样一个梦境。梦啊！这是多么美满的梦啊！我希望我们能够永远地继续下去。你不是说过吗？好的梦是不能长久的。我不许你说那样的话，白华，我们一块去喝一杯咖啡吧。 这有没有上海来的报啊？有的，时报。替我拿一份。须这样着急，国家的事你着急也是没有用的。我想知道一点关于南方的消息。 你瞧，政府已经出来了。我真像在做梦。不许你说这样的话！你近来有点变了，老是闹这些不必要的玩意儿。 傻孩子，别这么淘气了。回去吃了饭，我们去看戏去，好吧？你没有看见广告吗？是上海来了一代女孩子的歌舞团，听说演得很不坏。今天还是最后一天呢。有什么好看的？还不是那些弱感的东西。管它好不好看。 反正比坐在家里好多了。先回去再说吧。你看，那不是歌舞团的广告吗？ 想不到这也有一个心动女士。世界上真有这样巧的事，想不到会在这儿碰到阿凤。呵呵，想不到在这儿路赶的歌舞伴里面，居然也有有意思的女孩子。有一位小姐来看邵伟宁，说我们在海边上等她。是。少奶奶到海边去了，你看黄姐姐。对了，不错，他们在那儿等你呢，离开这里不很远呢。哦，谢谢奶奶。请问你上海来的太阳歌舞团在几号？他们已经走了，恐怕是上了船了吧？听说他们是到天津去。什么？又在作诗吗？我在这儿看到开了的船。哦，想回南边去吗？哦不，我想回到北方去。咦，关外你不是不能够回去了吗？但至少也想回到离家乡不远的地方去。嗯，你的怀乡病简直不小呢。 我陪你上北平去，明天我们就动身，好吧？不，我想一个人去。为什么？你不爱我了吗？我偏不让你一个人去。没有法子，还有爷爷在呢，在这儿多过几天吧。好爷爷，我老也不走了，我在这儿陪着你老人家一辈子。不要说一辈子了，就这样的大军还不得活几天呢？从台湾爷爷看看。 多少年不看你，你多了。可是爷爷，你看你胡子都白那么些个了。孩子，外面天太冷了，咱们回到屋子去慢慢的说吧。这几天我们在北海举行一个溜冰大会，那时候请夫人参加。嗯，好极了，想不到北京还是这样热闹。哎，后天定在这，刘伯范这个举行个盛大的跳会，他是夫人高兴的吧？ 翠华，我最爱你1-2分钟里一段，比如“朔风吹，别潮汐，真人身上一如剑，他穿上我寄去的东西，称身上一个明月。”对于这首诗，我有点意见。长城虽然能表现我们民族伟大的建设力，可是，在现在飞机的下面。 我希望我们的诗人能鼓励国民，大家起来防疫长城才对。你的话很对，你今天给了我很大的指示。我希望我们以后成一个更亲切的朋友。啊，好极了，好极了，好极了。我们坐下谈。马大，这位是北平日报摄影记者。 他想替你们拍张小照，登在他们的刊物上。好的，请等一等，我去找白华来。好极了。请白华先生在这吗？在。 对。以前他在军队当过事，现在在法处里验尸。白华，有人要陪我们拍照，你看好不好？辛先生，外面有位小姐见你。 啊，家珍来了。哦，家珍。谢先生。想不到你会到这儿来，这夫现在怎么样了？这夫出狱之后和我一起到了北平，那是因为钱包紧急，很快的就上了前线了。上了前线怎么样？你快说。 出发的那一天，他在报上知道你要到北平来，可是他为了国家，他不能够等待你，他就走了。不多几天，他在古北口那一次决战当中，他就牺牲了。什么？他已经死了？ 死了吧？哦，我最敬爱的朋友，那么连遗书也没有一封吗？有的，这是他给你最后的一封信。白华，我最敬爱的朋友，在动员的那天晚上，才得到你有来平的消息。可是前方已经紧急万状，不允许我们再做友情的蝴蝶了。朋友，此去是为民主争自由，为国家争疆土。别，白华。 希望你不要因为一个女人而放弃了防御长城的大志，勉励吧，我们的国民诗人，你的朋友哦，朋友，我一定不使你失望，我也要做一个像你一样的长城上的雄鬼。 喂，老乡，你这东西从哪里捡来的？是那边屋子里捡来的。阿峰，阿峰，阿峰，老总，你是阿峰的家吗？ 对了，你知道在哪儿啊？他们都逃到地库里面去了。那么地库在哪儿啊？好，你跟我来吧。老总，给你个火把。阿芬东他爷爷都在这里面了。哦，谢谢你老人家。阿峰。 哦，阿凤，是，我以为再也不能看见你了。是的，我也是这样想的。阿凤，我这个样子你还认识我吗？真的，我已经不认识你了。你看，你由诗人而变为一个小兵了。啊，爷爷，这就是我常跟您说的那位辛先生。从前他是我们救命的恩人，现在他可是保护我们的小兵呢。 真难得，难得，真难得！哎呀，辛先生，那么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呢？哦，就亏了这个。哎，可惜已经快烧完了。可是旧风烧掉了，这里面就会飞出一只新风来的。在什么地方呢？在这儿呢。同胞们。